方法呢，只是对极个别人，对他的那种身体状态会有什么真的起作用的，就是只要坚持。有些是不是普遍用，有些对有些人就没用。我们比如说我们心里有一件事，但是你看很多的微信上他会教育你，他说你把那件事解决了你再去修行，但是解决不了的你知道吗，就正因为我们解决不了我们才修行，才是我们心里边挂碍了，正因为我们摆不平那件事了，很多人才开始通过修行想摆平啊，通过道场啊，通过文法啊什么，才去那样，所以解决不了，永远很多事解决不了的。那解决不了就解决不了，为什么一定要解决呢？是不是？而且很多事情就是大家总在挣扎，其实女孩子更多的是在挣扎，爱就爱了，怕什么呢？你恐惧什么呢？爱就爱了，是吧？恨就恨了，你恐惧啥呢？对吧？恨有时候会由于恐惧，觉得我为什么会恨他呢？瞧这个，爱你瞧这个什么？如果爱了去，你只要你可以离开，可以在这儿，但是呢，如果我爱了，怕什么呢？没有什么可怕的。我们也恐惧爱，不敢全然的去爱，只是因为我们恐惧伤害，恐惧失去。但是你爱不爱，失去跟伤害都在那，不是因为你爱不爱的问题。有时候去，尤其情感还有一个法门，就是你爱了你就坚持去爱，没什么，然后不去要求。你没有要求，哪来说有些也要求不了了，就没有要求，但是无怨无悔的，那不要去打扰，或者是不要苦也罢累也罢，在自己这边承担，那么去爱着。但是可以离开，可以留下，都可以自己去选择，都不重要。反正人这一辈子就这样，难道不是吗？你的生命除了吃喝拉撒还有什么呢？不是爱手机就是爱三次，就是这样了，是吧？我们总在移动，只要一直一个东西，总在附体一个东西，我们是附体的，知道吗？自己再不值，只要附在一个东西上才能感觉到充实。我们会附体到一个异性子身上，附体到父母身，附体到老师，附体到扇子，附体到手机，附体到朋友，附体到我们想要一个知己等等，附体到各种事。你一直那些东西，想站立，想独立，想成长，想让自己不孤独不寂寞，任何外在的意志都靠不住，不靠谱。但是爱就爱了，没什么。不是抑制他们，是你必须去爱，或者是你必须去有一个东西，但不是需要抑制这份爱怎么样，就慢慢去分离这些东西，爱着这个世界，我就是爱着，没问题。不是说成佛我就不爱了，阿罗汉也爱的，爱这个世界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会分离出来，就是我去，不是说我抑制这份爱想怎么样。如果你抑制这份爱想怎么样，那就完了。这份爱一定会你带来伤害，因为它永远不可能满足你的想怎么样的欲望的，因为它会变取或者是什么，所以只是爱，其他的留下自己解决，就是这样。那么所有的爱就是就那样了，就没有什么恐惧啊。你不想抑制这种爱，改变什么，有什么恐惧，无所谓啊。如果不爱就不爱了，那又怎么呢？是吧？如果明天不爱了，我就是不爱了，也只也没什么。庄子的老婆死了时候，他就骨盆而歌。我觉得庄子这种精神不一定放在老婆死了的事情了，任何事情成就坏可都可以骨盆而歌的，是吧？你不爱了也可以骨盆而歌的，敲着盆子自己了，爱了也可以，不见得一定要怎么样。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，你真的有那种心态吗？就这样走了，在了，慢慢独立起来，自己独立起来，不依止任何外在改变自己的东西，不必外境，真的是不必境转，不必外在的，不要依止外在想怎么样，然后让自己独立起来。你越独立，慢慢的真的那种独立，心灵的独立，不是依靠说你有钱了有权了你就能独立起来的，独立不起来，
是慢慢的这种，就是你突然了然了很多事情，你靠不住，不靠谱，你就慢慢自己就立起来了。那个时候你就有资本呼朋唤客了，任何事情发生都可以敲着棚子唱，就是那样，自己内在的那种力量就出来了，很有力，甚至不是定力，是就释然，无所谓放下拿起，就是释然，就可以敲棚子了，很开心的敲着，庆祝了，庆祝你的每一个每一件事，庆祝你经历的每一件事，就是这样的。有空花水月的那些事情都可以敲棚子，不怕的，一个人活也没事的，是吗？真的没事的，谁不是一个人活着呢？就算你结了婚，你找了一个爱你的男朋友，你还是一个人活着。我告诉你，渴望爱情是一回事，但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又是一回事。然后你每天念念挂碍的，我要找个男朋友，我要找个疼我的、喜欢我的男朋友，每天就这么想着挂着，很难找到的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要想你，你有这个愿望，我去找一个男朋友，哎呦，没关系，你说我准备今生我也可以找一个伴侣结伴而行，我不想一个人走 ，OK， 是挺好的一件事，你等着。但是你不代表不能过，敲着盆子乐。做好你自己，然后不断的完善你自己，自然会有，真的是你是什么自然会来什么，你在那个层面境界里边慢慢就有了。重点是我们就是这样的，大家都差不多，而且永远别想说有什么白马王子这里的事情，没有，黑马也没有，啥也没有，就是哪天有一个你看着顺眼一点的，那就叫白马，你眼睛看到瘦眼就叫白马，这样的，他是个啥马你根本不知道，一看瘦眼了他就叫白马王子，其实他是个还不知道是不是个马，变幻的，变幻无穷，不知道，反正你看着瘦眼了，别想太多。就是说大家没想太多，就是大家女孩子容易把事情复杂，你也会想得很复杂，我们想复杂也不怕，想复杂了慢慢解化它，解法往下解，哎呀又想多了再一个一个往下解，这件事就是这样，这就一起一起慢慢修，就这样修就上了。